其实智慧少年这个是很多父母亲的形容词，还是像刺一样，常常会让父母亲心痛，会把父母亲的爱不当作一回事，常让父母亲觉得非常失落。可是在这本书里面，我要讲的是没有智慧的少年，只有没有被了解、没有被真正爱过的孩子。像北捷的事件，那个孩子从来没有被爱过，父母亲为他做很多事情，他从来没有被爱过。那我们一直希望说，借着这本书，让很多父母亲了解，我们的孩子不是刺猬，他一直很棒很好，只要你调整一个方式去面对他，他会让我们好过，他自己会很好过。可是我是觉得说，父母亲不要企图去改变孩子啊，成为我们要的小孩，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教育的本质，教育的本质应该是尊重他原来的样子。然后尊重他自己的选择，尊重他的发展，他是另外一个生命。有时候他会动作很慢啊，因为我们要出门，他准备的时间都很长，那我们就要多一点时间给他准备。但是有时候真的会很急，那你很急的时候，有时候他就跟我讲：“爸爸，你不要那么急啊，也没有那么紧张啊。”那所以我们一直觉得没有理由去改变他原来的那个特质。树为什么一定要长直？歪的树有歪的树的价值啊，直有直的树的价值。为什么一定要根据我们标准说树要长得直又高又壮？不一定要这样，长歪的也很好啊。人生就是选择的过程啊。可是我一直觉得，为什么不给孩子一个决定自己的机会呢？所以我会鼓励他勇于梦想。人生没有什么好多余多犹豫的，想什么就去做。反正做了你一定会有收获嘛，人生就是不断的选择，不断的经历嘛，你选择什么你就经历什么，为什么要让人生这么平凡呢？书名跟其实跟这里面我真的要跟父母亲谈的是完全不同的，里面没有教父母亲怎么去搞定孩子，而是怎么样搞定自己，让自己能够每天非常愉悦，享受着陪孩子走人生的一段路。那要谈的就是没有刺猬的孩子，孩子一直很棒很好，只是他好的地方、棒的地方跟我们的期待可能有点落差。对啊，所以这里面在谈的就是去懂孩子，他到底要什么。一个十几岁的孩子，我们尊重他的想法，他就是十几岁的孩子嘛，我们也十几岁过啊，为什么不让孩子真正过十几岁的孩子，真正过青春期了。